些工作要当心被人工智慧取代？哪一项工作被聊天机器人取代的几率更高？我答案是黄金传奇的王丽玲。他会问我说有没有玩这个啊 GTP 这个，他说你知道黄金传奇的主持人吗？他说王丽玲。那王丽玲看完以后，那曾国城呢？然后他就重新弄一遍以后，曾国城后来有接，而且我的外号叫黑人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明星攻略。